其实刘海也不太对。打开喽，下午好。我辣吧今天，上来，元气，元气满满。啊，你不香，是不是没洗澡？嗨，怎么叫我老公？你奇奇怪怪，你连我都叫得出老公，没什么底线了。抱不住我，他只能他自己来蹭你。嗨，哇，好白哦！你好，谢谢玫瑰花。嗯，还有吃的呢。他刚我开门，然后他就在那开始偷看我，他也没有过来找我，说明他不饿。看我今天美瞳怎么样，是骷髅蜜酱的。再给大家看一会儿我就要拆掉了。谁是你老公？谢谢大胖气球小熊。老婆备注公演什么意思啊？我7月8号老婆公演。你几号老婆公演？7月16。嗯，在哪里？快点来，吴雨霏说给你打电话也不接。江伟航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小飞又在做菜了，好开心。啊，打了吗？你自己看看。谢谢。嘉兴鲁国烟从科肥处的60个应援棒。老婆公演7月8号啊。嗯，那我不就没有什么时间了。嗯，我要尽快。那就是咱就是说，谢谢夜神闹腾。谢谢婆婆的荧光海。对，这么早。吴雨霏还缺儿子吗？你在线应聘，你缺儿子吗？我缺儿子，我缺一个能把太阳打死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一直叫我小王八。哦，太坏了他。谢谢荣波，我帮我，待会帮你打死他。老婆还在中胎吗？当然在中胎了。他现在小乌龟了。啦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啦。这首歌要给一个人，当然听过了。谢谢婆婆的荧光海，歌声代替语言，什么深情只见不见，那一刻吻她的脸，地转天旋，爱的感觉。不在中台，在小飞的房间。他说你还缺王八吗？他可以当王八。我还缺王八打内是吗？有没有觉得我这个发型很像那种台偶的那种？看，是不是像那种台偶的那种发型？谢谢蚂蚁的荧光海，好台偶，但是那种女配，这种辣妹，带着一帮人打架，拿着甘蔗扛在肩上去打架的那种。然后那种对方一堆人冲过来之后，然后就开始啃甘蔗，假装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那种，很怂的。谢谢绿风的荧光海，那种辣妹就是那种，有没有什么恶毒女配啊？谁恶毒了？什么玩偶？好热，我们房间是有那个空调的，没有关系。怎么这么多？你怎么喊谁都喊老公啊？小飞你都喊得出老公？你也是，说回来就。你是什么？你是个，你是个那个，你是个小乌龟。小飞不是老公吗？小飞都能叫老公？什么意思？我本来就小飞有什么好叫老公的？都是老公，谁是老公？澳门、深圳来广州人员，请主动报备。所以，
所以好想去澳门玩。嗯，可惜我的通行证不知道到期了没。要黄龙同带你去。对啊，我们就约好了，很早之前约好，想约你们一起。金。然后就是一直约到现在没有时间。真的，就是因为有那个，嗯，你叫他们老公，我不会生气的吧？嗯，你老公太多了，不值得我生气。小乌堆。干嘛？在看我直播？你好奇怪啊。怎么不行？小乌堆。对，我们要去他家。你的奶茶，虽然我已经我这有啊。哇，小飞喝我的。好的。不够喝，咱们再买。看我头发是不是很像那种台剧，那种女配，就那种很看起来很野，就看起来很辣的那种。然后就是追男主追得很狠那种，但是被拒绝得很惨那种。哦，对不起。但是还是会有好归宿的那种，比如说跟男二在一起，就大家都爱的那种。对啊，因为就很更帅的男二那种。对，男二一般都是最好的，对吧？最爱男二。他们看我翻白眼，真的对着江宇航，我每天都要翻无数个白眼。对不起。没关系，有关系的话你早没了。娜姐早就给我就一个手刀，手刀你。啊，我狼人杀手到。今晚还播吗？今晚有什么特殊活动啊？父亲节，你们要给我过节是吧？江江老婆，啊，很奇怪，很奇怪，好香哦。嗯，小飞好贤惠。江江是你女儿，你们真的很奇怪，你们乱七八糟的。在说什么呀？你就不给我过了。好的好的，婆婆，我知道你是，我知道你是干嘛，你吓死我。你们不是妈妈吗？怎么给你们过节？母亲节已经过了。我要开车，那就是把你的这个手机当电台呗。什么意思？就是有些开车他会开那电台这样子提神。对啊，那不行，不能专心开车。哎，娜娜，就我们那个培训费啊，抽奖车的培训费，去学车算吗？算吧。你要去学车啊？有这个想法。就你也考得过？什么意思啊？我一次性考过。我很害怕。以后咱们就轮流开车，你开一会儿，别吧，我都不相信我自己。啊，你不相信你自己？我跟你说，我拿驾照六年了，然后呢，上一次拍那个广告是我第一次开车。啊、你不是开的挺好的吗？嗯，是挺好的，但是谢谢巧克力。我当时看了那广告了，我说那姐开的挺好的，旁边有人都没有撞到。无语，是那个车好，大家知道吗？那个车叫小鹏 P7。小鹏 P7。对，是那个新能源车，然后它会自动倒车入库，很适合我这种。好棒。然后它还会自己开车。你能不能关小声点？谢谢嘟嘟的钢琴马卡龙。那我们是不是不用学倒车入库？这是不是也是我的婆婆不是？他们说赔几次钱就会敢开车了。啊，这成本有点高啊。为什么发问号？哎呀，你看元气好可爱，他穿了那问你们的舔毛都很费劲。大家都想当我老公的妈。就是你觉得他可爱的点是？你为什么要给他穿这种无袖的那个铁毛衬衫？铁。可以给乌乌来一个情侣装。看我干嘛？有点变态。矜持点，什么叫矜持？面对爱情，大家就要勇敢一点。嗯，我和他，好的，懂了。嗯，什么？懂了吗？懂了还不行动？拿过来手机，我帮你。什么意思？在干嘛？好想知道。啊？有没有什么要帮忙的呀？没有，你就坐着吧。啊，真铁粉啊，那我就坐着吧。对啊，我刚才也是问他有什么要帮忙的吗？他说没有。嗯，天哪，谁不想去？嗯，
岳飞，跟杨若溪，杨若溪也是这种。天哪，上次西西也给我们蛋炒饭，蛋炒饭那个好好吃，西红柿鸡蛋炒饭，就跟我炒完就是。我美瞳好看吗？看我美瞳好看吗？是一瞳吗？就是那天那个，是我的一瞳，就是你昨天看的那个。哎，戴着没有那种白内障感，就是特别。那叫巧克力。就还挺吸引人的。是不是很好看？挺好看的。是库洛米那个。狗狗眼的。库洛米那个，你看。但它直径有那么一点点大，是我的一头，是我的一头。无语了。西西待会才来。大家都喜欢一头吗？大家都喜欢我的一头吗？看来大家是很喜欢了。江江的江在我对面。下周来看我，好呀，下周见。喜欢，我也喜欢。下次一定，我的一同抢什么抢？看看你的名字，哪个字带一，哪个字带同？好想去看我，我也好想去台湾。好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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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台湾。嗯，去台湾干什么啦？当然是看田馥甄呐。哦，有我有我，想去看田馥甄呐。My love， 我爱你，你爱他，他爱他，他爱他，一怎么这世界？每个人都爱别人，怎么这世界每个人都不快乐，怎么这世界每个人都爱别人不爱自己。田馥甄，田馥甄说知道。我不想合作，我真想跟他结婚。疯了，这女真疯了。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。嗯，干嘛发问号？不要发问号。谁不想跟田馥甄结婚？我们有很多老公。人活着就是为了跟田馥甄结婚，不是？那你的一同呢？一同，一同，我的一同想带就带，不是？我是说美瞳拿号去外面排队什么意思？那也是我先排，我排第一个。你的毛，你的毛。我今天妆真的很淡。嗯，但是我觉得很适合这个带，就是这个美瞳。去外面排，去哪排？真假的？姥姥，我终于找到我的包了，我好感动。找到了，拿到了吗？嗯，没有，明寄给你啊？去哪？自己去哪？很漂亮。就这种掉了一定要自己去找。啊，看我的小熊，可爱吧？小熊软糖，透明的呀。小熊软糖，软糖，软糖，笑死了！有一次出外务的时候，然后我们就有个 staff 哥哥是那个广东人嘛，然后他就讲粤语，就很可能很少讲普通话，然后他就说：“你们待会要不要吃那个柚啊？吃柚。”七柚，七柚啊，嗯，七柚，我这有猪柚，猪柚脯。然后他说我还有远糖，远糖，远糖，要不要吃？远糖，好可爱的发音。远糖，很可爱。猪柚脯，远糖。哇，小飞有好多。我跟你们说。是，哎，我要说什么来着？突然忘了。经济舱周九轩逸垒钱柜，电话会，还原李金美。第一次感觉有点快，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有点快？在说什么？哎呀，感觉这个样子的我好奇怪。为什么？就是可能很少见。
是不是？嗯嗯，我不像我干嘛？吴亦凡，突然就看，那也奇怪，什么意思呀？对，所以你没排到第二圈。今天下的挺早的呢，这光线挺好，因为四点半就结束了。我还以为你们要到六点。对啊，之前都是还蛮久的。今天没有那么久。我记得上周还是多久是什么东西啊？在说什么怪话？大家在说怪话，我房间没了，但我直播间没了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每一个讲怪话的人都有责任。我跟你们说，不要给我讲怪话。哼，怎么可以这样？什么叫看着你喝完？好过分！没关系。我先一步把你们都拉一个，大家都不准讲话，看着我讲。我认证的，我认证什么？婆婆，婆婆你好。你怎么这么多婆婆？为什么是你婆婆？你老公是？是？我也发出疑问，为啥？田馥甄还是易容还是？还是能给你数出个千八百个？哪有千八百个？大家告诉他们，我老公是韩世月。啊？是谁？搜来着。这个答案没有一个人猜中。有啦，不是不是。昨天最美之人，我不是和搜拉搭档吗？左战笑疯了。为什么？就是围出来，然后跟搜拉跳双人舞的左战整队。确实就是。你们俩真的？为什么？哇塞！哇，好难磕，好喜欢！我要磕了，开始磕你们。主要是他是龙源新路，然后我和搜拉，然后一出来左战笑疯了。为什么给你搭搜拉这样？我也不知道。因为没得搭了，你说那两队怎么猜呢？不是你，但凡你说你把小乔给我，把大乔给搜了，这都好磕多了。不行啊，大乔怎么能分开呢？对啊，笑死我了，这是什么东西？然后我们俩跳那个，简直一个大僵硬。两个人完全就是没事没事，我拍档借一下你。前面凑凑的。昨天你拍档跟我在一起呢，我拍档就借你一下，我们换。这是什么换拍游戏？索拉跟我罗皮达跟你是吧？对。啊？同意了。罗皮达什么？没有，暂时换一下。那应该换一下呀，是吧？换一下干嘛？我跟闹闹，罗皮达跟索拉。对呀、啊。可以可以。这样都。我这也很奇怪，他们两个。那你和索拉？我现在开始就是磕你们叫什么？索拉跟吴雨霏叫什么？能叫什么？加菲。什么意思？为什么不是四？你懂吗？江雨航啊啊！江雨航，你叫什么叫松？啊！我可没有说啊，我没说、啊。叫搜狗。这可以。搜狗是吧？这可以。搜狗，搜狗，搜狗输入法。拉狗，拉狗，拉狗，不错。以后我就是拉狗粉丝了，拉狗，拉狗吧，拉狗，听起来很洋气。拉狗，拉狗，拉龟，乌拉龟，乌是谁？乌还带上乌了、乌龟嘛，乌拉龟啊，搜龟，他叫什么？曾飞呀、啊。曾宇爱妃佳宇、哦、他没有爱佳、哦、人家是那个 Ra 他但是他 读出来是那个拉嘛就没关系谁是拉呀说谁拉呢是、啊、我不懂因为你这样说自己养父的吗养父谁是、哦、但是现在、哎、啊他的名字叫 A， 为什么？就是他是我女儿的时候，名字叫 A， 就是我领养的女儿。他叫 A。现在我的继父就是继父，就是月。
玉，叫曾狗，怎么听起来那么感觉在骂人呢？曾狗啊，曾狗。我们好复杂，好复杂。对，我们就是错综复杂的关系。大家不就喜欢看这种乱七八糟的？我叫什么关系吗？你叫你叫你本来叫曾爱，你现在叫罗爱。罗爱，能不能把你们两个名字结合一下呢？结合什么？罗闹爱，罗静爱，罗卢爱。你叫罗罗。小罗罗。哎来了。他们说你叫驴。杨若曦才是驴，杨若曦是直驴，我是驴行了吧？他叫驴驴驴，知道吧？你们叫小罗罗，叫驴哎，很难听啊！救命啊！罗是谁的罗？他们说罗是谁的罗？爱谁谁？那么多姓罗，好像也没有很多姓罗的。罗可嘉，还有谁姓罗？小罗哈，滴滴吹，罗哎，笑死我了！叫我楼楼，你老公，我老公吧？不是，他又是你老公，你又喊我老公，什么东西啊？哎，等一下，我刚刚看到一个什么？我们叫胜券在握，笑鼠叫无以复加是什么意思？无以复加就是无以复加，增加无以复加。好乱，无以回家吧。我哪有好多老公啊，你 ID 那是我爸。哪复杂了？不复杂。我没有很多老公的，真的。就是没有的，没有的，大家就是不要乱说。你们数一数嘛，对吧？哦，对对对，我磕，我的 CP 我都磕，我就是一个。你们知道吧，要这样比较，就是磕自己的 CP 呢就非常好，这是世界上最好的事情、啊、为什么呢？因为没有糖了就自己去自己发糖，自己发糖。哪有继父、啊、你老公那么多，我今天跟谁说父亲节快乐呢？嗯，我哪有很多老公。好好好，我知道了，就一个。对，要是就是自己觉得最近就是没有糖的，就自己发一个。你倒是天天发糖的。那哪是房间？就是某一个照片。那哪是糖啊？那是日常。哪有？记得去跟你爸说生日快乐啊！不是生日快乐，节日快乐。啊！节日快乐，节日快乐！我现在就吃。谁是笨蛋？我才不笨蛋，你们才笨蛋。小笨蛋，今儿谁生日？今儿没有人生日。啊、哦，不是，有人生日，但是我不认识。那这样吧，天才偶像和他的笨蛋粉丝们，好好好磕、哦，听起来就很好磕。小彩虹生日啊，这是你们不能承，这是你们不承认就不是事实的事情吗？没有炸厨房，就是他在做菜。这个题材不错哈，天才偶像和他的笨蛋粉丝们
粉了，不粉了。那就只有姜宇航一个是笨蛋。转退了啊？什么意思？转退了，转退我爸了。可以退，可以退。很优秀，他才是真的天才。菲菲不是笨蛋吗？小飞是笨蛋吗？小飞怎么能是笨蛋呢？小飞多聪明啊，胜券在握的。算了吧，每次都是。真的、啊，西西也是闹退，为什么西西也是闹退？西西怎么了？做了什么事儿？西西怎么不是闹退啊？他什么时候说的？快去跟你爷爷说那个父亲节快乐。我都跟他说父亲节快乐。你跟他说就对了，他又不是我爹爹。但是他是你爸的。哦，对了，这官司就很混乱了。你外公啊？对，人家重阳节的时候。为什么啊，西西？哦，因为我们今天拍了拍立得。哦。然后他说他是闹退顶点。切，我才是闹退顶点吧？我直接被逮捕了，真是的。无语。没有人可以说他是闹退顶点，没有人。只有等下次大家主动一点。哎，我觉得眼影太淡了，看我今天还是画了黄色，看把恩穗画在眼皮上。他们说你不是闹腿，你是毒瘤。什么流氓？我可没有做过什么很 BT 的事情。你没有做很 BT 的事情吗？你忘了？每天都在做很 BT 的事情。你哪件事情？什么小乌龟？人家做什么事情了？小乌龟，好伤心啊！太有磕了，他们叫什么来着？太伤心了！你叫我小乌龟，我不伤心。你们叫，你去听那首歌，就是它是一个哦，你们就昵称，你们是鱼鱼鱼。W 无语，无语住了，真是无语住了。你们叫 W 龟？为什么？对，江江是呜呜的老婆饭。耶，呜呜中华。你们叫起个好听点的吧，四个字的。你们叫龟派气功。你是什么派气功是什么？你是公吗？啊，对啊，我是公啊。他是龟，我是公，我是公吗？我不理解。乌苏里江，你们叫你们叫江宇航狗。你不用把这个连在一起好吗？你受伤的是我。什么意思？乌江榨菜、啊、为什么乌江榨菜？哦，因为他姓吴。哦，原来如此，原来你喜欢乌乌是因为乌跟吴。哦，这能谐音？原来是这样。乌受伤了。乌无语了。乌好难过，好难磕，哪难磕了？粉丝就说今天我和小飞不是没有参加舞会吗？你们是不是秘密幽会去了？他们说我们今天我也无语了。懂了，懂了。魏飞现在卡住了是吧？魏飞嘴巴在接语。没听清，没听清。干什么？你不用这么夸张好不好？有必要吗？下巴都要脱臼了。微微说卡住了，没卡呢。江宇航不要太矮，看到没？干嘛？你们俩怎么穿睡衣优惠啊？不要太矮了，不要太矮了，江宇航。江宇航怎么就爱上了？怎么突然就爱上了？你们有什么我不知道的故事？你们该不会搬家那天？天哪！那他给你搬家的时候帮你干了什么？不是，啊，不是，你对他做了什么？你们怎么了？光天悄悄的，在我不在的日子里，
不会吧？闹姐，我们可是每天都见面的，我能干什么？那可不，我们真的要每天都见面吗？我们晚上没有见啊，我晚上只跟……我昨天晚上啊，对，要不是某人就是回家去了，就是我现在就不用从这个公寓的镜这边镜头跑到那边镜头，每天这样折返找，找不到闹闹去哪找？去公寓的镜头。那是宇宙的镜头，那是浪浪的镜头。那不是叫你过来吃饭吗？每次都喊我帮你。哪有？哪有？啊，原来是这样的。每次都说今天过不过来啊，吃东西哦，就是顺便帮我拿一些奶茶。哪有？哪有每次？好吧。也就偶尔80%的时候。哪有80%？你也就来过几次，好吧？什么？我天天都来了。哪有天天？只不过没你待的时间长而已。我每次都要回去，你不回去而已。啊。他们发问号，你不要乱说话。什么？我没有乱说话，我只是就说你待在那儿而已。你待多久都不知道啊。干什么？哎呦，害羞了！哎呦，好无语，江晨。尬我。别太爱了。别太爱了，没有结果。听到没有？播到什么时候啊？播到饭煮好吧。哎，我嗓子哑了。哦，你们两个开始一起欺负我，没想到。懂了懂了。哪敢欺负你呀？嗯，欺负我啊。有什么结果？能有什么结果吗？老公太多了，都不敢欺负你。那老公太多，没有哪有很多老公。对，俺最后被欺负前辈，不仅在台上欺负，私底下也是这个样子的。大家知道了吧？你知道我们恩赐有多乱了吧？对，那这样说的都对的。就平常大家都聚众在一起欺负我。对，真是的。拼命的拉住你，不让你去走廊尽头。对。对，就是让我们像牛郎跟织女一样。对，我们就是要分开你。对。你怎么会这样？FF 团的，对，专门他可是你，对，他是鼠魔的爸爸，对，鼠魔的爷爷，对，笑死，为什么发问号？大家好奇怪，感觉你下一秒就说他不是你的亲生父亲，不，你的亲生父亲是石竹君。啊、你忘了吗？你也太是我老公了。不是、啊、他怎么可能是我老公、啊、你忘了吗？你是我捡的、啊、不算我亲子鉴定都不算、啊、不要认贼作父，不要。因为他跟淑君就是那天干嘛吵起来，我也忘记了。为什么他是你爸？你们又开始乱就是定义了，开始乱分配，去做不被定义的，去做任何人的爸爸去了，笑死了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肯定是因为他就是独自带娃，然后特别的辛苦，然后他就把娃交给了他的姐姐，就是我。啊，嗯，对吧？是这个样子的。啊，就是你。哦，意思就是他养不起你，然后他就把你扔在了那个桥洞底下，然后我就去桥洞底下捡你。哦，有故事了。那你更不能认这种人为父亲了。宝的 CP 都有点难磕，宝跟谁有 CP 啊？哪个宝啊？你。这娃丢了吧？不能丢，都养这么大了。就是不欺负几年，就是有点对不过去了。关系有一点点乱，其实也还好，大家理一理就理清楚。这毯子看起来好热，其实这个房间很冷。嗯，是。有没有20度啊？25度。25，那比我房间热点。
房间20度，南极北极，屋都习惯了。哇，你名字改的挺快的，婆婆版，笑鼠。对，因为我穿太清凉了，我怕大家受不了。我受得了，我来来看。啊？啊？清凉吧。你是没看到昨天有多清凉？我看到了。反图，我的神，神的诱惑是吧？笑鼠，我今天刷首页刷到，真的是我的罪孽，我这号算是废了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我直接点了举报，我告诉你。举报的原因是，我就不说了，我就不说了，太怂了，我还是说点。怪不得我的那个什么。怪不得我的超话永远发不进去我的反图，我还以为是我超话坏了，原来是你举报的。我字写的像猪，哪像猪了？哪个字像猪？你告诉我，我再也不写那个字了。你今天发那个图片吗？嗯，我昨天就是，不是我今天签的那个合签，签的那个签名，哦耶。狗写的像猪啊，那你就是猪咯。真的吗？昨天很多都被假了，图片真的。好的。梁西。摸死了梁西。该不会去种菜了吧？怕你菜不够，赶紧去种一下。你好喜欢看，我也喜欢看。有没有别人的可以看看？那么不该遮的都遮了吗？无语。我有一次你再说一遍，该遮的都遮了。嗯，对啊。嗯，那这个衣服有一次我穿的那个更少布料，然后呢我妈妈就说你怎么穿个什么泳衣就出门，就是那类似于那种话。妈妈的话，然后我说，他说，你别穿了，拿回来给你姨穿。啊？为什么是你姨手上的世界？因为我姨很潮流，真的。怎么会这样？我建议把你昨天那件衣服差不多要吃饭了，给你姨，全给我姨。别让大家。我姨不穿那个。好，马上我等他饭好了，55分吧，应该，我猜。你可以拨到个整。啊，拨到个整，那就是6点。现在几点？现在5:52。52，可以。捐给江宇航，江宇航才不穿呢。啊？江宇航喜欢穿潜水服那种。对。然后要那种加厚版，要那种加毛版。为什么潜水服要加毛？因为潜水服太贴身了。捐给吴雨霏，吴雨霏穿，雨霏待会穿给我看。只要娜娜不穿丝带，什么都好。哈哈，没有我。你自己看看弹幕。没有。我的意思是，还有这种好东西。没有，你没有这样子。就是我已经降低了底线了，好不好？你的比基尼我都接受了，我都想象不出来。我要不怎么样，就是我先去找大王把他房间关了，还来得及吗？把我抓了。大王别关我房间。我开始吃斋念佛了。要不还是把房间关了吧。那你还是把我删了吧。把这孩子扔了吧，哪来的，怎么回事，遗传谁的呀？淑君。跟你的就是，谢谢珍珠奶茶，跟你的那个什么好好学学。对，是不是很可爱？我的学谁啊？学哪一个继父？哪有哪一个继父？哦，好，学那个最优秀的继父。
杨希回了吗？没有。明天中考加油，中考加油，中考加油。他在改论文吗？嗯，他挂了，可能他有事情。中考就是他说不定已经到了，我不相信。没有中考啊，好突然哦。对方忙线中，等一下。没事，中考就是应该考文理对吧？小升初，真的？怎么赶一天考了？明天是什么考试日吗？就是赶上了都。好，还有六分钟，够你煮的吗？我发现我5:50给自己发了消息，然后他在口袋。你考？你考？他在口袋聊天。你考个好东西。小鼠，我每次找他，我都提前半个小时给他发，然后他就磨。他怎么那么磨蹭？杨希，怎么回事？他看起来不是这种人。谢谢，夸奖。来，我把这个头发弄出来。我发现绑这种头发看起来就会高一点。我昨天就是截图里面甚至都比杨希高了，谁小笨蛋？水是不是没弄干？不允许大家叫我小笨蛋。我才不笨呢，我只是，我才不是小笨蛋呢，我只有跟他比的时候，我才是。第一道菜这叫什么名字？一道鬼牛肉。我是小聪明，对，我只是记性不好。那当然是你儿子啦，婆婆。小傻瓜，傻瓜说谁？大聪明是吴飞，忘记而已呢。哇，蛤蜊！哇，可以给大家看吗？可以。别，哇！好喽，那我就要拍了。我打住。哇哇！让我想起我的小贝壳，我真对不起他。哇！应该捡回来，这边就多一颗。对，多一口肉。大家饿了，饿了大家就多看两眼。我感觉你每顿都有海鲜。你们家里面就是吃海鲜的哦？因为我们。对，还没吃饭还不去吃，边吃边看直播不好吗？你刚吃完馋不到你。就先浅尝一点点。我也想浅尝一口，小飞小飞，很好吃。杨希来晚了就没了。嗯。玉飞怎么这么会做菜？哎，这旁边这是什么？哪个？虾滑。不、好厉害，确实很会做。人间美味就是虾滑有点咸。虾滑是不是本身有盐啊？哦。怪不得。可能蛤蜊它本身也咸，然后就。你快尝一口虾滑。我尝了。挺好吃的呀，也不是很咸嘛。真的吗？你吃的好重口味，好好吃，好好吃。那也可以领到小飞领不到的。你可以会口饭吃。嗯，咸点好下饭。嗯，好吃，好好吃。还有两分钟，太好吃了，好开心，好幸福，有一种回家的感觉。谢谢。晚安，晚安。怎么地要睡了？哎呦，弄弄完的头发，羡慕吧？提前说，说不定晚点再直播呢，也不一定吧，有可能。但也不一定，看吧。
看我晚点收拾完房间看一下，肚子在叫，不看，好，你最好不要出现啊。好，还有一分钟，再帮我截点图，今天自拍了。那我就不发了，哈哈，太难了，拍自拍，自己拍，气死了。可是我每次就是下班之后，感觉就没有什么自拍的欲望，虽然上班的时候更没有。杨若曦怎么还不来？好，拜拜，晚安大家，我去吃饭喽。